领导请，那么今天就来像我们的达达特工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种打法哦，因为这边有观众朋友跟这边推荐，就是我们那个守卫者的最高的这个配置，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带上我们这个追光者来用一下，我们追光者来打一波我们的好成绩试试看哦。然后先给他升级一下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，这一次我们就是追光者的这个输出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的这个击退守卫者的这个功能哦，我们就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打出我们的好成绩哦。那里面的话，基本上大家是推荐我就是可以用一下，就是那个。让我们守卫者就是持续的这个时间，然后守卫者基本上这边要升到就是我们一个蛮高阶的一个部分，所以我们昨天基本上是没有升到很高阶啦，所以比较可惜一点点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来一个，好麻烦哦，回力镖好了，回力镖动一下，但是回力镖这一次我就是没有带他的那个配件之类的。那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一次的话我们用的是追光者，我觉得追光者的话应该还是有点小机会的哦。虽然我们上次打的时候输出明显不足哦，但是他至少是比我们的那个球棒还要更全方位攻击的哦，至少就是前面后面都可以打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只能继续加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蜥蜴关卡真的是有够要求的哦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看一下守卫者的这个完整大发挥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。反正这边的话，基本上大家是说就是那个持续时间啦，还有就是范围啦，还有那个什么东西那个转速的啊，就是我们那个砖头的这个效果那些都可以给它弄起来这样子哦，然后。强力磁铁一下好了，能选哪一些就选哪一些。我们尽量让所有的武器都是那个，都是就是五星阶段哦，就是满星阶段这样子哦。好，来了，就是我们第一波要面对的敌人，也就是这些恐怖猪猪哦，他们会不断的弄过来，然后，哎，我靠，杀！哎，不是哎，干嘛？干嘛都要这样子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靠，什么意思啊？完了啦，白痴哦！嚯，又烦呢！哎呦喂啊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完了！出师，出师不利啊，各位！干，太惨了吧！我直接被包围到死啊！尴尬。然后待会上面会有那个，会有我们的精英怪啊，各位。先吃个肉。压压惊！我靠，太夸张了吧！哎，目前来说，就除了黑洞枪以外，全部的都没办法，就是那么的安稳的度过。哎，我的天！上面还有一只那个金怪哦，待会就下来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金怪来了！努力跑，努力跑！我先跑了，我先跑了！我靠，好惨哦！我们怎么那么惨啊？好落魄呢！一直逃，一直逃呢！腰了个修，然后攻击力，然后能量块，这个是我弹药，然后再加上什么？加上这个，继续守卫者。来，我们现在已经贡献了一死了，各位，一次的复活已经没了，各位，上天保佑啊、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终于肯死了啊、哦！五个，拜托五个，哇，三个是吧？思潮来袭！哇，因为我们这边吸铁现在就是范围很大、啊，所以基本上哪边都吸得到啊，比较麻烦。然后我们这次追光者这个输出，目前来说还没到很高等，所以烧钱不足，完了。但好处是我们现在可以那个哦，可以就是比较好的吸到远方的这个远方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就看一下这把能不能了，好不好？但我们已经先浪费一次复活了，确实是挺麻烦的。哦，浪费那一次复活真的是超级亏的，我的天！而且我们还是被猪猪给弄死了，我的天啊！猪猪，哎呦喂啊！
来榴莲。然后砖头。因为我们待会要选砖头的那个东西啊，所以先选这个 OK 的。我还没杀几只东西耶、欸，完蛋了，严重输出不足。那为什么这边不用黑洞枪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的打一个击退阵型，所以如果我们这边再把那个再把他们给吸回来的话，那就很白痴了，各位。那就会很白痴，所以我们现在才是用这个追光者。不然其实我觉得论安全性的话，我应该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黑洞哦，黑洞枪还是完美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杀烂这些蓝金虫，蓝色虫虫全杀，然后子弹飞行速度这个也可以先选。听说那个好像会加快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守卫者的这个转速还是什么的哦。听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完全体的这个守卫者能不能就是打出好成绩哦。然后呼卡小嘎又要来了，各位，我还蛮怕的，因为他跳过来压我很可怕、啊。我先小心点。跳过来了，哇！这边跳过来，我还是被弄到了，我的天！那跳的范围也是很广哎，我的天！哦，闪过，闪过，他没得跳了 ，nice， 各位，还有机会，五个，那三个也行啦，好不好？三个我也满意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先把这些能够升阶的东西都先给他弄起来，应该我们就慢慢的弄。哇，怎么觉得这一次这个追光者的这个力道稍嫌不足啊？没有到以前那么的这个削铁如泥的感觉。是不是因为还没有点什么东西的关系？有感受到他们的缓速了，各位，感受到缓速光线的缓速了，各位 ，nice 了。然后榴莲，然后喷雾，增加他们的这个范围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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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离真正的这个死亡时间。还有一段时间哦，还有一段时间，你先追光者。我们那个红阶武器的部分可以等，就是待会精英怪出来的时候开宝箱的时候开一开，然后最好是一次开五个，然后五个全部都直上红阶，那就完美无缺了。哇，现在还是蛮需要那个哎、欸、追光者的，追光者到现在没有来几次啊。啊，不是追光者啦，守卫者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每一次都把守卫者跟追光者搞混、欸，笑死我！开西开西，不是开打开把开扁开扁，有追光者要满了，开西开西，哦，没有到西很多、哦，然后守卫者。加油加油！先把这些敌人刷掉，然后开西，可以哦，守卫者，慢慢的把守卫者拉高，超级击退。来了来了，那一帮那个王八蜥蜴来了，还有猪猪。你先打蜥蜴团好了，先把蜥蜴团给打掉，猪猪比较硬。
猪猪偏硬。有哦有哦有哦，看到这个击退的成效了，各位，有那么一点点胜利的曙光了。但是待会最恐怖的还是那个蓝色的部分，蓝色蜥蜴才是真正的一切。而且我们现在守卫者还没有升到最满哦，所以还不算。这转速很快哦，看一下完全体的这个守卫者。思潮来袭，开吸一下，加油！哇，猪猪来了，猪猪来了，我们应该往下走了，这一定得往下走，必须得。哦，好，先选这个，彩剑来袭。哇，这个满地都是毒物、哦。好，第一波红色蜥蜴群解决，那只剩下最后那个蓝色蜥蜴群了哦。蓝色蜥蜴群能够解决，我们就无敌啦，完全没问题啦。好，然后这边攻击金增加，应该还要再加个那个晃速光线的哦。来来来，我们这次可是有强力输出我们的这个追光者的哦。不过刚刚应该踩到堵了，所以我身上的那个 buff 效果没了，我踏到堵了。好，来了，这猪猪，这猪猪完全不怕我的这个击退什么东西的，好可怕、哦！他一直在追我，哎，腰了个修，一直在追我，哈哈，好恐怖儿，一直追一直追，哦，可以赢了，来吧。哦，三个可以耶！火烧地落也来了，这是很完美哦，这是很完美。现在只差一个那个了，只差那个守卫者了，各位。守卫者拿到我们就完美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子弹飞行速度增加，听说这个好像会加快就是那个守卫者的转速、哦，听说啦，看观众那边推荐是这样子。不知道实际上是怎么状况，所以还可以增加转速、哦，太嗨了吧！然后这个所攻击间隔时间缩短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赶快把这个守卫者上到红阶。好，第二只 boss 来了，暖泥王，暖泥王来了，打烂打烂打烂。而其实你看我们这边输出也没有到，就是真的非常高哎、欸。你看我们刚刚疯狂输出，输到最后也只有打这样子。果然还是很需要那个啊，还是很需要那个天降正义啊。天降正义果然还是最棒的，各位。哦，半血了，半血了 ，K 烂，全部 K 烂。喂。消失不见了，消失不见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轰死，轰死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 ，nice， 五个，哦，都是三个哦，这样都还蛮算，还蛮赚的。哦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赶快让我的守卫者赶快满街，拜托。我们是不是没有拿到？啊！白痴，完蛋哦！我们没有拿到那个机械手臂啊，难怪没办法满街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今天又耍白痴了，哎呀！但是我们拼拼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拼拼看，这一次其实感觉好像还算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白痴，难怪我觉得怎么奇怪升不上去，不该那边选那个什么那个的、哦，不该那边选那个。吸铁的哦，完蛋了，我们那个异界手臂没有拿到，外骨骼应该要拿个外骨骼的，没有拿到。哇，蠢逼了，蠢逼了。
欸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我不是早就已经把它满街了吗？怎么还没有出现那个红色阶级？哭哦哭哦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哎哎！慢慢走慢慢走，有！先升级先升级，有！缓速光剑，有感觉有感觉！各位，有机会！加油加油，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，撑过这一波。撑过这一波，就是我们的。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慢慢走。有哦，有哦。你们看到我们这边的那个加成那个球球还在，完美，完美。砖头，砖头。哎，靠！有只精英怪在旁边呐。猪又来啦！哦，可是西区已经结束了，西区结束了，西区结束了 ，nice， 各位撑住了，撑住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虽然还没到完全体，但是这完全 OK 啊 ！nice， 吼吼，撑住了，我们撑住了，各位，我们撑住啦！哇，守卫者其实。意外的很有料欸，说真的，因为我以前都很常用它，但是后来发现很鸡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发现，喂，超猛的，还是得靠它欸。这意外的让我就是觉得，哎呦，我还是每一个关卡都有不同的一些配阵哦。但是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知道第三只 boss 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最后一只 boss 我们能扛得住吗，各位？希望是可以啊！好，两级反转，我先点这个好了，因为上面有宝箱。两级反转，那宝箱去拿就好了。没错，三个。你看我们这个，你看我们这个守卫者的这个转速，转到我都快头昏眼花了。啊，这边剩下红色的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。哎、欸，大家，金龟在推我啊，各位，看金龟在推我、欸，你们刚好看到吗？好扯哦，他直接把我往前推、欸，哎，那我居然还没死，笑死我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剩几分钟了，红色的就还好啊、哦，度过了那个蓝色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关卡，我们就 OK 了哦，一切都稳了啦。稳定了啦，除非下一只 boss 非常非常可怕，不然我们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可以哦，哦来了，哎、欸、干，还有还有，这样先往上面，我们往一边走，往一边走，往上面慢慢走，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點，找到方法了，就是慢慢往前推。慢慢往前推就好了，不要急，因为他们会喷火。守卫者慢慢的往前，把他们往前带，然后小心那些猪。哦，可以哦，稳定不少喽。打完这边的这个瞬间，我们应该就可以了。哇，下面真的是还是满的火。OK 吧 ，OK， 感觉 OK， 加油啊！哇 ，BOSS 来袭了，那我们这一次没有办法，就是把那个少剑弄出来哦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哇靠！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这只弹幕哎、欸！完了，是超级机器人，哈哈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吧？感觉他没有那么可怕、啊。绕圈圈战法，绕圈圈战法，顺时针走法，
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复活的机会了哦，稍微比较麻烦点。加油啊！剩下一那个三分之二的血，血量在慢慢消除当中。可以的吧，可以的吧。哦，剩下一半，剩下一半，一半一半，加油！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一半了，一半了，千万不能急。以前的我的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就站在原地跟他 A 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没有复活的东西了，不能再这样搞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不想再重来刷那些蜥蜴。这只炮塔目前看起来就是会造小敌人，然后喷蓝色球球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追踪的这个蓝色火箭啊、哦。但就是这样一直动一直动的话，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，各位。来来来来，三分之一还不能掉以轻心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些 boss 可能他们一发子弹就直接把你给弄死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我们要站到最后一刻，各位，而且我们刚好像被碰到一下了。然后站到最后一刻，对啊，你看我的精英九球的部分已经没了，移动速度变超慢。哦，我被打到了，我被打到了，等一下呢，出事了，阿贝，撑住啊！等一下，快撑住！他也在喷篮球，因为他也在喷蓝色的球。拜托你快叫小怪好不？啊！叫小怪了，又要躲过那个火箭，又在喷蓝色球球了。OK， 蓝色球球，好，蓝色火箭，拜托，有个快死啊！很糗哎、欸，你们应该再被喷一个蓝色球，喷到我们就死了。好，各位，拿下，拿下，可以，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。睡啦！呼，终于。